昨日下午1点多，本辖长荣路四段发生一起重机车行车纠纷。19岁陈姓男子与朋友骑乘重机车从南投往太平方向下山行经长荣路四段29K 处，因山区道路超车问题发生纠纷。另一名男子持短棍作势告诫。据陈姓男子表示，该陌生男子对超车问题不满，于是双方引发口角，并无肢体冲突。事后陈男自行到派出所报案，目前本所已依规定受理在案，并将检具相关事证依法就办。警方在此呼吁车友们行车行经山路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勿有超速或任意变换车道等行为，如遇行车纠纷，应向警方报案，避免私下处理，以回权益。